的慢性疾病，严重危害着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。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，我主要给大家讲一讲心脑疾病的危险。好的，慢性支气管炎医院发现以后，早已变成感染肺炎，往往就造成了休息，而支气管哮喘又可以不得失言，必然产生焦虑，突然的发作，很容易措手不及。如果不能及时的得到救治，后果也是会非常严重。是的，患者每段疾病的残酷发作期啊，就是一下反复的使用抗生素激素。即使您明知道经常服用抗生素激素对身体有伤害，也只好如此了。那么您目前有什么好的方法帮助他们吗？在前面的节目当中，我曾经多次指出，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内外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，外因只是发生疾病的条件，至于会不会发生疾病，它要看人体的内因，而内因的关键就是自身的免疫抗病能力，因此对这类疾病的防治还必须从内因，从免疫这一根本来入手。免疫疗法就是现在医学倡导的一种治疗慢性支气管炎、支气管哮喘等多种慢性疾病的有效方法，其本质呢就是激活、增强、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，清除体内的致病因子，增强体内免疫抗病能力，通过自身的能力来清除慢性炎症。经过十多年的临床实践，很多慢性支气管炎、支气管哮喘患者都对免疫疗法这种高效手段给予了赞扬。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免疫疗法甘草多糖的作用机理，请您拨打02-2334-1229。我国在应用免疫疗法对抗慢性支气管炎、支气管哮喘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呢？我国应用免疫疗法防治慢性支气管炎、支气管哮喘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其中，活性多糖的影响是功不可没的。活性多糖可直接作用于人体的免疫系统，激活人体中的淋巴细胞，从而就增强了人体的免疫功能，成为用免疫方法治疗慢性支气管炎、支气管哮喘的高效手段。针对慢性支气管炎、支气管哮喘等顽固难治慢性疾病患者来说，不仅治疗效果显著，而且治疗费用很低，因而受到了慢性支气管炎、支气管哮喘患者的采用，也有很多医学专家给予肯定。02-2334-1229。有专家将为您做详细的解答。增强人体免疫。